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18届中纪委3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。他强调，要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，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，强化反腐败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，严明党的纪律，坚持不懈纠正四风，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。习近平强调，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，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。习近平指出，必须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，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的道理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、张德江、俞正声、刘云山、张高丽出席会议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。